大家好。咁上堂咧，道元法师咧就同我哋讲解咗南传同埋瑜伽师地论点样以呼吸嚟做个所缘境，做呢个禅修嘅。咁南传咧就系所缘境咧就喺鼻嘅前边啦。咁瑜伽师地论咧就系一个全身嘅呼吸。咁瑜伽师地论咧，佢呢个全身嘅呼吸咧就系由当你有禅上穩定之後40分鐘，咁然後咧就喺吸結束未開始呼，即係中間呼吸，或者係呼已經結束未開始吸，中間呼吸，中間呼吸咧就由短一路慢慢拉長，禅上係遍滿全身嘅，咁有兩種嘅觀禅上嘅方法，咁而依兩種方法咧都係喺依個五禅。喺都係睇到個五禅支嘅，咁五禅支裏邊咧，沉同埋止咧，咁法師都有提到咧，就係沉咧就係一個覺察，因為我哋覺察到自己嘅呼吸同埋入係好清晰嘅，所緣即係對個所緣咧係好明顯嘅。咁然後止咧就係一個觀察，即係一個係覺察，一個係觀察嘅。咁以沉字，然後又講埋喜樂啦，咁就達至依個心一境成。咁持續我哋唔分沉，唔掉舉，持戒清淨，咁就入第一禅定嘅。咁入咗第一禅定咧，我哋係要使第一禅定穩定啦，咁就要多多練習，亦都唔使急於咧要入第二禅定嘅，因為咧禅修咧係唔能夠急，我哋要慢慢一步一步嚟。咁今堂第五堂啦，就係依16讲嘅禅坐共修嘅第五堂。咁依五堂咧，都係以一個實相嘅角度咧嚟睇禅修。咁接住落嚟咧，就我哋再聽下法師咧點樣解答大家嘅問題。阿師傅，我有個問題就係，如果係寺廟或者道場當中，大家一齊共修同埋有師傅。係啊，有啲地方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我有一次係去到泰國咧，咁佢哋話即係喺嗰度禅修咁嗰笪地方有一個住持，咁個住持係一個阿羅漢嚟嘅，咁然後佢哋嗰個僧團有成100个比丘咁樣樣，咁然後又要乞食啊，咁我同師傅都有去嗰度乞食嚇，玩咗7日咁，咁啊著佢哋嗰啲衫啊、托缽啊咁，咁喺嗰度禅修我發覺，咦，真係好正喎！真係完全喺香港未感受過嘅一啲咁樣嘅條件喎，即係感受到有嗰個道場嗰個加持力喺度咯。咁所以真係有啲地方係特別唔同咯。咁所以佛陀點解要喺菩提樹下成道啫？點解唔喺其他地方鹿野苑成道嘅？即係嗰笪地方個氣場唔同啊嘛，即係金剛地啊嘛。咁所以選擇適合嘅禅修地方都係好重要嘅。咁你話啊，喺十字路口都可以入定，咁嗰個就係虛雲老和尚啦嚇。咁你所有嘢都需要條件嘅，咁努力去積集一啲好嘅條件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多啲親近道場咯。嗯，去有唔同嘅人去禅修，咁有唔同嘅狀態嘅。咁我頭先有一開始就係叫大家啊戒曬所有嗜好先，咁零嗜好，咁然後咧確保你個環境咧無煩惱，咁然後即係喺個温室嗰度啦，咁你就開始去禪修咁。咁你禪修仲要遇到啱嘅方法啊，啱嘅所緣，適合自己嘅條件嘅，咁你再去做嘅時候，咁就進步得比較快咯。咁我之前有定咗一個 formula 嘅，咁就係333，咁係嚇唔係，即係咁樣樣嘅，就係首先你要打坐見到禪相啦，咁隨時可以見到禪相啦，咁你就可以開始呢個333嘅 formula 啦。咁333嘅 formula 就係3个月啦，然後每日3支香啦，然後每支香3个鐘啦。咁你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你就好快速咧就可以得到你想要嘅效果啦。係啊，333。
咁要辭咗份工先得。即係根據瑜伽師嘅論嗰個鋪排咧，就係、先數息。咁你數咗呢、這個入出一至十，然後數一，然後呢個一又由一數到十，然後呢個變咗咗一個大嘅一，呢個大由一數到十又變咗大大嘅一，呢個大由一數到一百，跟住畢業啦。咁你之後先至去做你嗰、那個、中間呼吸，即係入知道就，然後中間出知道中出知道中間，然後你自然咧中間拉長咗之後咧，因為你之前已經培養咗你嗰、那個、正念啦。咁你突然之間你喺中間冇所緣嘅時候，你嗰個所緣就遍全身咯。一般人唔會遍全身嘅，一般人就牛咗喺度咯。入即係牛，中即係出，即係又發呆，即係入咁樣咯。咁你就冇咗嗰個無控呼吸。咁所以要有一定嘅基礎先至可以做呢個中間呼吸嘅。咁當你遍咗全身都係無控呼吸嘅時候，咁你個禪相就遍全身咯。咁呢個嗰個要求同南傳嗰個淨係睇呢度嗰個要求就好唔一樣啦，就有啲氣功底咁樣樣嘅，因為你已經 feel 到個全身個膨脹收縮係有啲氣感嚟嘅，咁你就可以見到嗰啲穴位同穴位之間嗰啲膨脹收縮就特別明顯咯，係啊，咁就可以研究一下啲中醫啊點樣通你嗰啲。任督二脈咯，係啦，咁樣樣。即係喺禪七嘅嗰啲過程咧，或者即係一般人坐時間耐咗，咁有嗰個痛嗰個感覺嘅時候，又唔鬆腳喎，又或者喺啲情況下逼住冇得鬆腳喎，咁你又可以觀下嗰個痛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去生起到智慧。咁其實我哋。很多時候打坐痛的時候，我們可以 在這個這樣的過程呢，即是看回自己 study 回自己究竟那個身心習慣為什麼會苦，即是痛其實不一定苦的嘛，痛苦為什麼黏在是因為我們那個我執嘛，那究竟怎樣才可以由這裡滅到那個慾望呢，滅到那個貪慾，令到那個苦不生氣呢，咁我哋可以喺呢度做一啲小實驗嘅。咁我成日禪七都有做，咁好多人都做到，我都有話俾佢聽嗰個方法。咁就係你可以留意到你痛嘅時候會生起兩種惡見，第一種惡見就叫做出離惡見，第二種惡見就叫做定期惡見。咩叫出離惡見呢？出離惡見就係首先你覺得呢個苦咧就唔係你個心產生嘅。其實即係佛教佢嗰個正見就係一切嘅苦都係貪欲所成啊嘛，你冇貪欲嘅話，個苦就生唔起啊嘛，咁所以你唔會怪出邊，你苦點解生起？因為你個心咁樣去睇，所以就辛苦啦。咁如果你即係將啲嘢怪出邊嘅時候，咁你咪要逃避外境咯。我逃避咗外境嘅時候，咁我咪唔苦咯。咁但係嗰個真正嗰個問題嘅時候就唔係喺外境啊嘛。咁所以我哋第一個生起嘅就係出離惡見啦，認為咧這個就係我嗰個苦啦，這個腳痛就係我嗰個苦啦。咁但係其實唔係，你希望這個腳痛唔痛先至係你嗰個苦嘅因咯。嚇，如果你冇咗呢個咁樣嘅因嘅時候，根本上痛就唔會係苦咯。咁第二種惡見就叫做定期惡見啦。定期惡見大家都應該知道嘅，就係腳痛嘅時候咧，好希望。叮，是不是這個就是我的苦呢，終有一天會完結的。通常有些人去安慰，終有一天會完結的，這樣其實是令到你更加苦的，因為它未完結嘛。當你在未完結你又要捱的時候，就真的是苦行了。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你不生起這個定期惡見，你不希望它完結。當你痛的時候，你不希望去叮咯，叮不叮无所谓，苦在哪里来，一切为心造。当你你如果是真的有这两个智慧的时候，即是你知道我要离开出来恶见，离开定期恶见，有这两个这样的智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很有趣的，就是我一离开了这两个见解呢，苦就消失了。我一回到这个见解呢，
點樣翻去咧？自然翻去嘅，因為習慣咗啦。咁自然翻去呢個見解嘅時候咧，苦又出現啦。咁你就會喺呢個人格分裂、左右矛盾、魔鬼與天使嗰度喺度徘徊啦。咁你會見到你嗰、那個習氣係幾咁強烈啦。即係我哋點樣執著呢個世間，點樣執著呢個我，而生起到呢兩種惡見咯。咁所以你好好玩嘅，係可以試下，即係腳痛嘅時候唔好希望去停，亦都唔好覺得呢個苦係喺出邊，咁你就唔會有苦咯。係嗰個目標就係為咗生起智慧啊嘛。因為我哋成個輪迴嗰個體系就係基於我哋唔明白四聖諦，咁所以就輪迴啊嘛。我係無明啲乜嘢，無明於苦集滅道咯。我哋唔知道苦集滅道，咁所以我哋一路愛，一路追求所愛，咁然後又一路輪轉落去，一路滅完又生，生完又滅，咁然後喺度一路輪迴，一路愛落去。咁所以嗰個問題就係我哋唔明白其實本來無一物啊嘛。咁我哋要明白嗰一樣嘢就係無我嘅聞所成慧，無我嘅思所成慧，無我嘅修所成慧嘛。咁呢啲咁樣嘅智慧喺邊度嚟啊？呢啲咁樣嘅智慧就係喺我哋即係將嗰啲條件令到佢合適嘅時候，先至慢慢去悟到個智慧噶嘛。咁咩條件先至合適令到我哋去悟呢啲智慧呢？就我哋嗰個生活要簡樸啊，我哋要少管事啊，我哋要持戒清淨啊，我哋要冇貪嗔痴啊。咁然後去去除嗰啲不良嗜好啊。要修禅定啊，然後正禅定啊，修觀啊，然後發智慧啊，咁然後先至得到解脱啊嘛。咁所以我哋喺呢個咁嘅過程之中，成個目標就係為咗悟到個智慧咯。咁你話你咁樣觀啲血管得唔得嘅咧？咁樣樣，咁你係即係如果係為咗解脱一切煩惱，就係唔得咯。你除了觀啲血管，就係仲要觀好多嘢喎。你要明白身受心法啊嘛，照見五蕴皆空啊嘛，先至到一切苦厄啊嘛。咁你嗰個身體就係最粗你可以照見嘅嘢啦。咁你慢慢由身體嗰度去明白你嗰個感受，身體係空嘅，感受係空嘅，心又空嘅。法就係五蕴十二處十八界啊嘛，呢啲就係法塵啊。咁我去了解我哋嘅經驗。都是空的，那我們才明白就是真正的佛法咯，解脫咯。那所以要不是停在那個位置咯，是啊，你說放鬆到身體啦，這樣是不是就是呢，未到咯，去基礎來的，重要就是在那個心那裡咯，怎樣觀想都可以的，那個目標就是不生起那兩種見解咯，不生起定期惡見和出來惡見咯，即係唔認為問題喺出邊，同埋唔希望呢件事會停咯。即係無怨啊！你唔會希望呢個苦熄滅，又唔會希望自己快樂。即係唔會貪呢個好，又或者唔會排斥呢個唔好。同個苦相處得多嘅時候咧，咁你就會逼到自己出嚟噶啦。你試到即係好多次嘅練習之後，突然之間你摸到個技巧咯，我可以唔生起呢兩個念咯，咁你就會 get 到啊，原來可以冇苦喎，即係出嚟我見就係希望個苦會停啊嘛，咁就係你希望佢會停嘅同時，你咪肯定咗佢咯，咁你肯定咗佢嘅時候，咪加強咗對呢個痛嘅注意咯。咁你嗰個希望仲喺度嘅時候，咁個苦點會唔喺度咧？係啊，佢嗰個苦就係基於你嗰個希望而生起噶嘛。咁你唔肯定佢，咁個希望咪唔會出現咯。咁所以你話啊，同啲人講啊，總會停噶咁樣嘅，咁佢就係加強咗佢個苦。你同佢講唔會停噶，咁佢就熄滅咗佢嗰個希望去停嗰個慾望。咁反而佢唔會苦嗰個智慧咯，學佛都有好多樂趣嘅。咁你要喺從中嗰度，即係生起到嗰啲善法慾咯。你未見到嗰份美麗嘅時候，咁你就未識去欣賞佢咯。咁你知道佢係好嘅，好多人都話係好嘅。咁但係你自己點解唔話係好咁？你要即係有嗰啲角度，有啲觀想
去明白呢一樣嘢咯。即係修行人其實佢有一樣嘢，即係慢慢去隨住佢嗰個修行一路累積，咁會形成嘅一種角度就係、是、即係我之前都有講落修落斷落離嘅不自清如。咁佢會覺得其實斷煩惱係我嘅興趣嚟喎，即係我覺得好好玩嘅。即係我覺得咁樣去改變自己嘅時候，我啲反應又唔同咗咯，我又再自在咗咯，我又再 upgrade 咗咯。咁你一步一步咁令到自己自在嘅時候，咁其實係一個好爽嘅一個過程咯。咁你好願意去放下啲嘢咯，好願意去睇淡呢個娑婆咯，因為你嗰個方法啱咗啦嘛。咁你就會欲罷不能咯。即係成日會諗住我點樣先可以做到經典入邊所講嘅嘢咧？點樣先可以成就到呢一樣嘢咧？咦，佢講入禪定境界好似好爽喎，我點樣先可以做到咧？咁你就千方百計啊，即係有 study 好多啊，又練習好多啊，咁慢慢又做到少少，又做到少少咁你嗰個歡喜係即係好過世間嘅任何嘢咯，我覺得。第一步就係譬如你念佛。你要知道你嗰個所緣係乜嘢咯？我覺得念佛係一個比較難嘅修行嚟嘅，我成日都講念佛我相信就係修所成慧之後嘅嘢嚟嘅，即係你有少少禅定嘅基礎啊，咁你先至可以放下到娑婆，然後決定往生極樂世界。因為你呢個咁嘅深層次嘅決定係你要放得下自己好多。執著好願意去往生嗰種，係一般係做唔到嘅。即係我之前嗰個例子就係、是、那個人嗰、那個後生仔去同人一齊潛水，咁然後所有人都潛走曬啦，咁然後自己去拉咗個救生衣上咗嗰、那個水面，咁然後前後八方都係水嘅時候，咁佢覺得自己哇會唔會死啊？咁然後搏命游翻去岸嘅時候。他那個心就一直在想我不可以死的，我未識女朋友的，我要孝順父母的，我未找工的，等等等等，這些所有東西其實就是在你真正面對你那個生命那個生死輪迴的時候，你要放下的那些即是執著咯，你放得下你才可以去投身正途的嘛，那你才真正歸依極樂世界的嘛。當你仲係喺度，哎呀，我仲要識女朋友啊，我仲要去孝順父母啊，即係仲未肯去完完全全一心不亂投身正土嘅時候，咁呢啲嘢咪令到你冇辦法即係生起嗰個歸依心。咁如果你冇呢個咁樣心嘅時候，咁其實你好難念到佛。你念嚟念去都係念翻啲日常生活嗰啲瑣碎事，嗰啲妄想。因為你嗰個一心歸命未生起，咁所以念佛係難嘅。咁所以我推薦大家修念佛，第一步就係即係先得禅定咯。係啊，咁點樣修咩禅定而去念佛咧？就係、是、修慈悲觀咯。係啊，因為發唔到菩提心，去唔到淨土啊嘛。咁菩提心邊度嚟？就係、是、眾生平等嘅慈悲咯。係啊，咁所以要先用慈悲觀破除界限。咁你有少少近行定嘅基礎啦，咁啊修內觀，咁你仲要有少少即係對法住智嘅了解啊，對自己嘅了解啊，又有死除念啊，咁你先至可以掃到嗰啲煩惱，然後一心歸依阿彌陀佛咯。係啊，咁呢啲條件和合埋一齊，先成為嗰個一心不亂嘅念佛啊嘛。係啊，如果唔係就即係你話啊，我淨係執持名號，個名號唔打妄想又如何咧？你去到死你都放不下，那個智慧都生不起，因為你死去哪裡你是在說習氣啊念力啊和業力啊嘛，是不是你做過一些很錯的事很對的事，或者你死過一念是放不下，或者你一生人之中就是那個習慣是怎樣啊，所以你一定是要改變了自己深層次的執著先，不是說個佛號穩定就 OK 的。咁我哋頭先咧就聽到道元法師答大家嘅問題啦。
咁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有信眾問咧，會唔會喺唔同嘅地方咧，禪修嘅效果就會唔同啦？咁法師就係、有提過話喺泰國一個、佛寺裏邊咧，佢又覺得禪修嘅效果好好。咁依一個咧，對應我自己咧，亦都係有依種情況嘅，因為我亦都試過喺香港一個佛寺裏邊禪修咧，我都係覺得個力量係特別強嘅，因為平時我的工作比較多咧，就係好容易會掉舉啊，即係會突然間有啲工作嘅嘢禪修嘅時候，突然間諗起啲工作嘅嘢會打斷咗啊咁樣。咁但係當你喺佛寺禪修嘅時候咧，俾我感覺咧係我係唔會諗其他嘢咯。即係譬如我所緣境係睇呼吸咧，咁喺嗰禪修嘅期間咧就好集中啊，唔會諗其他嘢。咁道場是有一個加持力啦，係金剛地啊嘛，咁所以咧禪修嘅時候咧，如果當我哋每日都習慣喺一個地方或者一個時間咧，其實係好好嘅。譬如以自己為例咧，早上禪修我就覺得效果特別好，咁有時到晚上禪修咧，咁效果亦都差啲。咁所以咧，每人咧可以對應自己嘅地點啦，同埋時間咧嚟調配每天禪修嘅時間。咁就會日子有功啦。咁跟住一個問題咧，就係、法師有提過咧，就係點樣睇依個痛同埋苦啊？因為禪修咧時間耐咗咧，我哋個雙腿咧，無論係雙盤啊、單盤或者係散盤咧，都會好痛。咁有啲係半個鐘頭就已經好痛啦，跟住接近一個鐘咧就更加痛。咁苦同痛應該點樣睇咧？其實痛咧就唔一定等於苦嘅，咁法師咧就提咗有兩點，有兩樣智慧啦。一個咧就係出離惡見，一個就係定期惡見。出離惡見咧就係覺得我哋依個苦咧係外邊嘅境，只要我哋改變咗個外邊個境，咁就唔會有痛苦啦。咁定期惡見咧就係話提到啦，譬如我哋禪修到好痛嘅時候咧，就好希望聽到叮，咁咪變到依個期結束咗啦，咁就唔會再有痛啦。咁所以依個出離惡見同定期惡見咧，係其實係加重到我哋依個痛苦嘅，因為咧定期惡見嚟講咧，我哋嘅苦咧其實唔係外境，係我哋個心，一切為心做。咁如果你係覺得依個痛苦係外境俾，咁你咪肯定咗佢，就俾佢一個力量咯。咁所以你成日覺得係要出離到依個境咧，你就冇咗個痛苦啦。咁定期惡見咧，你覺得啊，只要我完咗依個禪修咧，我就唔會有痛苦。咁其實依個亦都係俾到個力量佢。咁佢做咗一個實驗咧，就係話當你唔去諗依個定期惡見同埋出離惡見，就係話咧，佢好痛，由佢，反正一切為心做嘅，咁亦都佢圓同唔圓都冇所謂，即係叮唔叮都冇所謂。咁當你係咁樣諗嘅時候咧，咁依兩種依個痛苦又突然間冇啊！咁依個我係好認同嘅，因為我亦都試過咧，我平時係禪修一小時啦，咁一小時嘅時候咧，就算雙盤個腿都唔痛嘅。當我想將個時間加長一啲，因為我想時間耐啲咧，即係分集嘅種子更加強嘅。咁一過到一個鐘頭咧，我就好痛，即係每隔一分鐘都好痛。到一個鐘頭，大概15分鐘，只腳就好痛啦。咁我就會有依種出離惡見啊，同定期惡見嘅諗法出嚟嘅。當我聽到法師咁樣講，我唔理佢，即係我覺得佢痛有佢。亦都唔會諗住佢圓同唔圓。當我依兩種心識一起咧，佢又真係唔痛喎，即係可能係一種感受嚟嘅，你唔會覺得苦啦。咁變到咧，依個腳嘅痛咧，亦都唔會影響到自己啦。咁所以我覺得依個方法嚟依兩種有依兩種智慧嚟依兩種惡見咧，係好有幫助。咁跟住落嚟咧，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大家問咧，就係念佛啦。咁我哋正會咧就係以
藝術嚟弘揚淨土啦。咁呢個淨土法門咧，好多人話易行道啦。咁禪修其實對於呢個修淨土法門都係好緊要嘅。咁念佛咧，法師認為咧係喺修所成慧之後，因為念佛咧，我哋係要徹底放下娑婆嘅執著。咁娑婆世界對於我哋嚟講係好實在，因為我哋見得到噶嘛。咁極樂世界係好好，好多人都知道好好。咁但係佢點樣好呢？可能離自己比較遙遠。當你念佛嘅時候，一個好實際嘅現象喺你面前，同一個好遙遠，好似遙不可及兩樣嘢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極樂世界好疏離。咁嘅時候念佛咧係好容易打妄想，因為佢唔實際。咁念佛咧，其實要有好強嘅一個皈依心嘅，因為佢係要完全放下娑婆，咁你先真拗直極樂世界噶嘛。咁嗰個先係一心歸命同一心不亂。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禪修嘅時候咧，因為禪修係一個好深層次嘅一個修行嚟嘅，佢係能夠斷到我哋好多嘅煩惱啦。能夠斷到我哋嘅嗜好，因為嗜好係一個習氣嚟，係好難斷嘅。但當深入禪修嘅時候咧，深層嘅煩惱咧會慢慢斷嘅。修所成慧之後，念佛成個心境，你嘅專注係有另一種境界啦。咁我哋依五堂課咧，就係以一個實修嘅角度嚟睇禪修啦。咁亦都聽到道元法師嘅開示。咁接住落嚟咧，我就會同大家一齊禪修一小時嘅。